大家好，这里是广州建帆服饰。今天啊，给大家是一个超高端的品牌 Spring 啊，一个秋装啊。这个牌子呢，街头潮流的一个这种滑板文化，来自美国的。这个牌子相信很多客户都知道，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大品牌啊。它的一个风格呢，可以看到这种卫衣式的这种原创的一种风格，而且最重要就是它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标啊，它的一个 logo 啊，Spring 它的一个 logo 啊，就是它的一个品牌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 logo。这个牌子呢，它的一个品质还有一个工艺，包括它的一个品牌文化是非常有底蕴的这个牌子。接下来呢，就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款式啊。像这个品牌呢，它的一个这种风格，大家可以看到这种休闲。然后呢，原创的，因为这个品牌呢，最初的一个设计出来啊，就是因为有一波这个喜欢滑板文化，然后呢，喜欢这种原创设计，这样子设计出来的一个牌子啊。它的一个品质呢，因为玩滑板的人他是经常会摔的嘛，所以说这个货品的品质啊，它的一个工艺品质呢是非常好的这个。它的一个面料质感可以看一下，这种面料的一个这种质地啊，非常舒服啊，这种质地，包括它后面一个这种刺绣的这个刺绣的。Spring 呢这一波货呢，我们也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具有福利的一个价格啊，49.9啊。超级实惠的一个价格，就是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价。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吊牌啊，吊牌的话，它的一个价格的话是799啊，这个，然后呢，委托生产商是上海的一个生产的啊。因为 Supreme 的话，其实它在国内的一个知名度呢。也是非常知名的，像嘻哈文化里面，中国有嘻哈，然后呢，它的一个赞助的，国内的明星，包括像余文乐啊，然后呢，很多这些一线的明星都有为这个品牌代言啊，然后呢，穿这个品牌，喜欢这个牌子啊。它的一个风格呢，像这种有一些男女装都可以的啊，这个。这种风格休闲的，然后呢，带一点这种休闲式、中性一点的，就是男女都可以。像陈冠希啊，也很喜欢这个品牌啊，这个。那这个品牌啊，其实我们客户啊。拿回去真的是随便卖啊，因为像这种大牌子啊，然后呢，它的一个这种设计感在这里，最重要是它的一个品牌文化啊。包括像这一个这种搭配起来套装啊。因为它的一个这个品牌呢，它的一个这种街头潮流的一种风格是非常鲜明的。这个，然后呢，采用的这种极简的一个风格，还有加上一个它的一个品牌 logo 啊，这种极简的一个风格。它主要呢是这盘货，这种卫衣为主啊，卫衣占大部分，卫衣，然后包括像袖子上这 Supreme 的一个经典的一个这种 logo 啊，还有像这个也是它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 logo 啊，这件呢，它整件的衣服就是 Supreme 里面。最经典、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这种 logo 式的一个衣服，
像它都可以成为这种搭起来一套的这个。像这个货品呢，我们客户其实拿回去啊，就是啊，不管是实体啊，还是在我们的线上，真的是随便卖的这个货品。因为它的一个款式呢，这一种很大气啊，这种简洁，然后呢很大方的一个风格。还有像这种街头潮流的一个这一种风格。因为它这个货品，它的一个所蕴含的一个这一种类型呢，它包含了很多这一种风格啊，这种街头，然后呢龙冠的元素很多。像这个潮牌呢，它是美国1999几年啊就已经出来了，就一直以来的话，这个潮牌呢它都是走在世界上的一个前沿啊，它的一个这种潮牌。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这种原创的一种设计感，所以这样就是说它这个品牌的一个知名度啊，它的一个风格在这里，就是说可以让到很多的，不管是我们的一个线上的一个客户，还有实体的客户为之着迷啊。然后呢，这种版型呢，这种欧版的一个版型，胖瘦都可以啊，这种欧版的版型。它有些款式呢会有几个颜色啊，有些款式。像它的一个这种颜色的一个色泽都是非常纯正啊，这个。这盘货呢，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呢，啊，四字开头啊，49.9，绝对是超级实惠啊，让客户的一个赚钱的一个好货啊。哎，这个货品的数量的话真的不多啊。喜欢这个品牌的，然后呢要抓紧联系我们那个销售经理啊。这种拼接，然后啊，像它的一种颜色，其实算深啊，很显这一种个性啊。这里面呢有占小部分的一个童装啊，童装的这一种很 Q 很可爱的这种风格啊，占比呢是很少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这里有做一个单价值为大家陈列出来。也是属于这个牌子，大家可以看到经典的一个 logo 在前置这里啊，胸前这边。好，这个货品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要抓紧联系我们销售经理，谢谢大家。